最近绯闻断了啊？有吗？本班有一位同学就被扯在一起了啊？因为其实不是，他们家都用我的猪肉做那个肉馅，是真的？不是，真的还假的？那这个要证实一下。哎，请林彦如小姐到前面来一下。我也不好意思哎，他不好意思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好，现在由你呢，跟他做这个问候，好不好？要希望他问的话，你都回答一下。同学们帮忙来思考一下，他们两个字到底这个绯闻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们同学们不是开玩笑的。这样多奇怪。啊，也不会啊。其实我觉得不会啊，因为很平常啊。你看他，你看他演的多好。燕如啊，哎，这个我看到了呢。对，因为你最近宣传期啊，这个我看到你啊。嗯，有啊，作秀。好不好啊？啊你，贝哥，你冲啥？啊？你干嘛把我推出来干什么？同学们，如果有结论的就可以举手。你这个人是安怎哈？常常要招我去恁厝吃豆奶。好，已经差不多了。同学们，请两位同学啊。我觉得站在第三场，第三者的立场。第三场啊，第三，这第一场还没演完呢。啊，第三者的立场啊，他们动作比较暧昧一点，有一点暧昧。有吗？有。我们有暧昧吗？对对对，还没讲完呢。哪一个动作啊？就像他问到说。那个他说，很久没有看见了啊，很久没有看见了，他就打打他这样子啊。哦，就动手动脚。对，动手动脚。是你暧昧啊？哦，小姐贵姓啊？姓黄。黄小姐，您觉得他们两个人怎么样？我觉得是林彦如在追蔡小虎。新加坡的观众朋友，哎，等一下，来，你帮我翻译一下来。唔该要。他要讲广东话，你帮忙。我讲国语好啦。好。我唔好意思啊。阿妈讲国语啦。好了，讲国语啦。我觉得哈，那个蔡大哥对那个林小姐也是，就是好像师兄跟师妹的问候这样。是没有关系。对对。那你觉得他们两个适不适？但是蛮相配的。哦。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啊！多谢多谢。蛮相配的，我听起来是很爽啊。好，没你的事啊，谢谢哈。飞哥，刚刚是谁先出来的？飞哥，我的歌还没唱哎，还没唱歌。好，对不起，弄错了啊。对，我告诉你，不要留来留去留成仇啊。这个女孩子还真不错、啊，我觉得她不错啊。我很少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歌手里面，就是让我觉得她在这个镜头上很美的那种女孩子，她就是有这个感觉。你们她最漂亮是什么地方？最漂亮啊，个性吧。哦，你看都很深入了，已经。像我们只是看外表，我是问你外表了。外表觉得都好啊。我觉得她眼睛很漂亮，这个女孩，有一个眼睛稍微有一点脱窗好像。奇怪了，我都还没有看那么清楚。你还要不要知道其他的？哎，莫非？后来，今天给我们打的歌叫做《爱你无罪，爱你无罪，爱你无罪》，来鼓励一下。爱你无罪，那个报告班主任。哎呦，我，我什么话要讲了？没有，爱你无罪啊。对啊，其实这歌不错吧？这歌好像是对他唱的。其实我都不知道。他跟我讲说，公司有时候问我，他说都是你跟王世贤设计，然后发新闻的。飞哥，你还讲？我是完全不知道。那可见是王世贤喜欢他，很可能是这样。不是啊，飞哥，我要换装。然后他喜欢我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呢？对他却没感，因为你喜欢王世贤。好了，你先下去换衣服啊！也谢谢蔡小虎，谢谢飞哥，谢谢。